不然他免费让你用。
贵贵，很痛而已。哎，我们那边是另外要那个免费收费，我们是250，这个比较懒，这个没有什么支撑点，就是要靠你的腰力跟你的手背力。我最多我给你顶一下，我都要给你顶。我想帮你们，老师，老师很正常。因为你不停电嘛，还在那边。可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啊！你要有，你刚开始我手背刚刚很累，可是你之后，你可是用肩的，这个是完全没有支撑点的。就是。那体态不是我们主要是因为那个模特儿，那个体态有空间肩嘛。因为后来变肌肉，那质量会比较好。